这个迷你电梯由意大利著名艺术家莫瑞吉奥·卡特兰打造，垂直升降梯的发明和消费主义密不可分。十九世纪中后期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，垂直升降梯被首次安装到了百货商店中。便利的交通不但刺激了人们的消费，同时也刺激了人们观看的欲望。卡特兰事无巨细地打造了这个缩小版的电梯，内部的按键、自动门、传感器、提示音等正常电梯拥有的部件啊，这个迷你电梯那是一应俱全。然而比例的变化让观众在电梯面前显得无比庞大，迷你的电梯被剥夺了实用价值，让它从一个实用物件化身为可以被膜拜的符号对象。